继续干。第一关，房顶的第一关。房顶第一关，开始。这个僵尸会吐你植物来。吐植物，这选啥来着呀？向日葵，大头菜。对这个。然后要投手，要投手是吧？投手，大头菜呀，还得种花盆是吧？对。玉米有了，那就种玉米就行了呗。种玉米。然后再种个啥？我想想啊，没啥了，就种玉米吧，种个保护的呀。保护的有用吗？没用。不用。那选啥？随便选一个吧。选那个地雷，地雷又不会崩。就这样。种向日葵，种几排呀？种两排吧。第一排就够了吧？一排不够呀。够。我这会种大头菜。好吧，那种一排吧，我怕待会儿他偷你植物来，然后种出来就那个了。不够了，到时候。拿来。还有金币呀、啊。什么金币？不是说金币的植物吗？坏了吧？怎么可能把自己植物给崩坏呢？你想多了吧？你这里种这个植物。对，这里种个植物，到这边种一个，你知道吗？说的没错。完，植物不够用啊。他偷你这个植物，他也会反弹的。对，我这人能保护这么多，保护六。你就中两个。完了。哎呀，中错了。哎呀。行了，让他吃一个花盆吧。我们还有花盆呢。对，到时候他吃了给他补充，他中一个就行了。哎，把他给粘住。然后这边是中一个。怎么办？把它给粘住了。这一排得装玉米是吧？过分呀！反正为什么要把它给粘住？吃我的花盆吧，给你吃一张。吃饱了，给你吃撑了。你再种一个花盆，你种这是花呗。选过了吗？不用它就行了吗？玉米能把它粘住，那个粘不住的。这个不带加速的，忒慢呢。我们再打十关就是植物大战僵尸了。可是你，这个可是你那个，你不是说？加快速度最快吧！哎，他吃花盆来了。还有人来吃。啊，这块。你种花盆，你快不种一个？我这里是不是又要种那个菜了呀？对，我怕他那个，他上这一来偷。肯定会来这里偷。完了，他要来了！我打不了了。啊！你中呀！你倒是中呀！失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倒是中呀！后边又来了。这个那啥要没要过玉米。
吃了。这个不行，给它炒了。都是你。完了又吃了。都是你啊，都是你。真的没吃到吗？都是你，都是你。哎，这你又给我吃了。没能吃啊。吃光了，喜欢吃食物，又偷来了，完了，来偷啊！你干嘛来偷啊？啊！你怎么种植？你铲子干啥？你怎么种植？这里了，炸他呀！他来了，又吃我玉米来了，还种植？不能吃啊，这是僵尸，没吃饭你。偷菜来了，又偷又偷，没了，跑烂了。还来不来偷？还在海里。还来？我知道了。别动我，我这衣服中货了。还有没有啊？还有这么多是？还有这么多？来。老大还没起来呢，就吃，病住他也快，完了，老大还没炸呢，老大还没炸呢，我吃了，这玩意儿，黑的，不能种大头菜吧？不行，这玉米太大，种两个大头菜。大头菜呢？大头菜。你为啥说菜？那个炸弹呀？对，这回好了，这回来吃，吃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又来偷了。吃你炸弹了，快点起来，完了，后面的又来了。茄子是干啥的呀？这咖啡豆是吧？是管睡觉的是吧？睡觉的是吧？我都忘了，还有茄子。这咖啡大不大不大？可这个咖啡冻也没用呀，没用啊，在晚上的时候有啥用啊？哎，又偷你吃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他怎么从哪儿过来的呀？他从这儿把僵尸都给带上来了。啊，我这块没种。哎，他刚才太冲击了。这没有小车是吧？这房顶上怎么可以？怎么可能有个小车呢？等一会儿他不过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炸弹炸他呀？哪有炸弹的？这没炸弹呢。炸弹，这玩意儿给我吃没了，放回胆子。这几位大哥呀？哎，这三位大哥，两位大哥，两位大哥。咖啡肉，吃咖啡肉。哎，没种上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。不能种这里啊。对，不能种。我再试试，真不能种。胜利了，五个金币。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结束了，第一关结束了。结束了，接下来。